哎，东丽，你不要挡轿子嘞！你怎么装修嘞？来，东丽来拦轿。好，拦轿。对啊，真几个量啊！几个人在家？哦，当年节目啦，你当年哪有来？去年没有来，前年啦，前年来，三年前来的。我第一年走的时候有。我是收白沙，那个在沙子里哦，在沙妈背来煮，个量好比较大哦，因为伊比较香的，是比较大只股。你就是向家出国深造的对哦，哎，有去跟着没有？哎，还了解不？大米都来干嘛？到，是啊。Thank you.